起来了，8点多了。嗯，那也嫌读书，那不是脚脚的就嫌了。喂，懒人，懒人，起来了，懒人。你看你的好朋友来找你玩了。你看呢，这个懒人呢？懒人。咦，勤奋的人，起来个人。干嘛还不音？还小啊？对。吃什么？早餐都没吃，就先吃橘子。你吃橘子鸡酒味。那你吃粥。你想吃粥？吃白粥就行了。这个面我煮的比较清淡一点，鸡蛋我不敢放，能感冒，肉也没有，肉还没解冻的，能煮个素面呢。来，圆一碗。我要拿来送粉。你这个有辣椒啊？嗯。我也想吃啊。挺牛逼的哦。兄弟们，放辣椒面好不好？吃完了，你要吃药知道吗？吃完药中午时候，吃完中午饭的时候再吃一次药，然后记得写作业哦，一天把作业写完了再玩。我把账回来我要检查了，我跟你说，如果不能潦草啊，要认真写啊，写好一点。你也是零零幺，你还要练字，还练你的名字，知道吗？不要只答应我哦，不然回来我生气的哦。我说星星的夜晚，飞机从头顶飞过。你去哪里学的？我在手机里面学的。写完作业记得喝药，自己玩的东西自己收拾。啊？能啊？你吃完东西你再吃一次药，12点吃完午饭你再吃一次，知道吗？今晚女司机开车哦，我都自己开回去过了，怕吗？不怕啊，你在旁边，我到反而那个老是嘟嘟嘟嘟嘟嘟的。我不嘟啊，你见我嘟过吗？刚才我回来。平时嘟啊，我没会开的时候嘟嘟嘟嘟。那你不会开，我肯定会嘟啊。本来会的，要跟你嘟了就不会了。那现在进村了，也可以吧？今天没有搞得乱七八糟哦。嗯，作业写完了吗？写完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爸爸在上面，他爸爸还没回，等一下就回。等一下，我检查我，我先洗澡先吧。嗯，今天值得表扬不？嗯，没有那么脏了不？继续保持啊。洗澡了吗？都洗了嘛。嗯，那我先洗了。去海南。去海南。去出差呗，明天去海南。出差是什么意思？啊？出差是什么？哟，你读什么时候3年级的吧？学历出去工作呗。你跟妈妈去啊？没有啊。哎。要。明天就要去了。稳定啊，稳定啊，不臭啊。明天早早就去了。明天你到点去？7点钟我就起来了。哦，作业，拿作业来。嗯、忘记了。开飞机去吗？有。开我舰。开我舰去吗？你爸开飞机，我发财了。作业，姐姐，你呢？你们，我以为今天回来还乱的话，我又收拾你们了。今天都表扬了，然后的看了一下手机。这样啊。I'm not say。坐，别牛逼哦。这个对。对。减法再加法吧，但你不对，减零加总是。重新算。不对。等一下得重新算，知道吗？
不然就不得睡。不得睡嘛。来，蓝天笔下给我。我先添加进去。你的这个比较简单。你搞个英语给我，我怎么会？不懂，怎么说？你搞个英语给我，我就不会。这个我就会一下。Hello， 是就会 Hello 了。Hello， 再见。等一下先，你这个男孩先请来，你这个你急什么？那你不会 Thank you 吗？Thank you， 等一下先。就会 Hello 和 Thank you 是吗？你干姐姐的，看一下对不对？这里那么湿。望，洞，庭是吗？湖光秋月两相和，潭面无双镜。潭面无双啊。哦。无风，潭面无风镜未磨是吧？遥望洞庭山水翠，是吗？白银板里一青楼，有你啊，要画要画画啊。那楼在哪里？哎呀，我画错了。这个楼啊。本来是要画这个青山，然后它印下来的时候，是什么来着了？哎，不是，好像我忘记了。打勾，加一个点在后面，你自己懂。隔一波前一小波比完。是啊，对的。有那么厉害？姐姐，你教他吗？没有，他不会，我就教他算了。我你教他，我说勒你，我你教。勒我。那就勒我。勒一个屁。还有几滴不对的，让你得改，我先给你顺出来呀。哥哥，他来的时候，哦，你问哥哥是吗？他问了个东西，然后哥哥就告诉他全部答案。哦，我以为你会写。两个人想完了就告诉什么答案？啊？两个人想完了就告诉全部答案？我们他。哥哥六年级的出来能说错这种吗？不是这个全部是他写的，然后后面的时候，然后哥哥就来，然后我们家，自己种过来，自己种一下，你用力一点就行了，你自己刚才办，自己用头种，但是放我这里，你不能拿这个，送我这里，哦，像是下不为例，知道吗？给你明天努力知道吗？68分。明天继续努力，知道吗？这边100分了吧？零蛋。这边是哥哥教的，那你是哥哥教的，你明天你自己写，我就给你100分。做完五题。赖地嘛。